苏澳的旅客，请在苏澳新站换车。我是刚关的车站的109年10月22号，如东站卢东站10:50所拍的是21:20将北回香港花莲的 PP 机场，下一站苏澳新站，下一站苏澳新站。去验特
是这个路段，对啊，无奈的心情，两周年前，又是三二次，不用嘛，在这个路段。所以刚刚 PPS 马上整个降速行。新马站通过，新马车站通过，苏澳新快到了，苏澳新，苏澳新，苏澳新快到了 ，We are now arriving at 苏澳新。看到两个号字，新马站。新站要到了，右侧开门 ，Doors will open on the right hand side。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哎呦，这江北会先开往花莲的 PP 站啊，终于在苏澳新站直接进港。晚上好，拜拜。我靠！真的好，拜拜。